应这个全世界都在谈半导体的自主化跟本土化，半导体的这个地缘政治影响到整个产业的一个健康发展。那第二个大家最关心的挑战是在谈所谓的这个供应链的管理，特别是在这个 COVID-19 之后，大家在谈半导体的供应链哦，长短链，我想怎么在供应链上去做优化。那第三大挑战是在谈半导体行业怎么能够在所谓的永续绿色哦，或者智慧制造上面能够做出更好的一些贡献。那我想最后一个面临挑战就是全世界的半导体的人才，其实面临到一个很大的缺口。